相信大家因为刚刚那群天真活泼的天使觉得非常骄傲吧，他们也许曾经来自不同的家庭不同的环境，可是他们在音乐中却得到相同的节奏感，那这种节奏感将会跟随他们开创出更好美好的人生，所以我们很高兴也有这个机会，然后让我们也同学也能够看到像这样他们的一个成长，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再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呢？